玉。哦，念云伯，云伯，云伯呢？他是湖广阴中州韵，他是有韵律的，有韵律的，他是有节奏的，有节奏的。那我们大家呢，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黄家陈大人，陈老师。我是朝行演员，我叫黄家辰。黄木木，换你。下一个。大家好，我叫林玉慈，我是孝顺。哦，下一位。大家好，我是吕家男巧花旦。哦，下一位。大家好，俺叫刘玉志。嗯，帅。下一位，俺黄世红。哦，武生演员。哦，是不是赢过黄天霸？是啊。好的，黄天霸。好。今日上韵，我们要来玩桌游。哦，好，是一个游戏，必须用上韵来玩。倘若说是英文过于，就要接受惩罚。来，来喝苦茶，喝茶时候正宗的。哎，看到无忧，就是他。好，如此嘛，我们大家就一起练习起来。好，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它叫做谁是卧底。大家拿起手机看一下答案。来，我看来看来看。这个答案你必须形容词来说明一下。热热的，热热的。好，下一位。哈，圆圆的，圆圆的。脆脆的，脆。翠丽，一只在奔跑里。哦，一只在奔跑里，奔跑里，奔跑里，奔跑里。哦，是个吃的，好吃的，吃的。一、二、三，然后啊。恭喜大家猜错了，啊，猜错了，啊，于是他喝上一杯吧。哦，试明一下它的口感，口感，带过四寸四寸，口感，口感，谁呢？也口感。啊，可以，甜甜的，也可以咸咸的。哦，它可以辣辣的，辣辣的。辣辣的。哦，好，可以酸酸的。啊，到底哪个不可以？千丝儿的，千丝儿。一、二、三，恭喜大家，猜错了，猜错了，喝上一杯吧。哇哇哇！试一下这家店，它最有名的是哪一个品项？哦，品项，最有名的品项，有名的品项。啊，我不尝试呀！你不尝试，那你就完蛋了。是可乐。可乐，可乐啊，可乐啊，
猜错了，请喝一杯吧。情人，赢了，干了。哇！两国人我们就不往下猜了。啊，真正的卧底就是嘉诚。嘿嘿，下不来。这是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有年缘的。是过诗画的艺术。有系统的艺术。有系统的。你是的什么有系统。系统。有系统。是过舞台表演艺术。诗唱艺术，诗唱艺术。三二一，诗唱艺术不可以。哦，是啊。哎，恭喜大家答对了，答对了。你是什么答案？你是什么答案？京剧啊。京剧是舞台剧。我们这些舞台剧的。真是啊，情人赢了，干了。好，接下来的游戏，叫做命案现场。我们大家先来抽一下身份卡，有一个人会是凶手。凶手，好来，请抽。停了，停了，停了。请大家闭上眼睛。好，请凶手睁开眼睛。好，请悄悄地指示你要用的洗脑句。嘉诚，是红。好。他是在这个哪一个？他是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嗯，是这样。是这样的，下一句是什么？哭哭啼啼，哎，文桥。哦，他是这个他是交易，半夜交易，半夜交易，半夜交易。哎呀，他的线索有符号。哦，有个符号。残缺的符号。这是尸体的状况。有的。在十里里面，下来一只狗，失血过多，完美的推断，我有保安，请吃，半夜交易内裤，十里切割啊，残缺。内裤切割，是人不是呀？内裤切割啊，答错了呀！哎呀！换我，我要报案。你是吧？柯南，何东东的物业，市里里面来了一只疯狗，是这样啊呜！将受害人，撕咬残缺，疯狗，所以吗？然后失血过多，因为英文出血，英文好，他的纹身不好，疯狗看了不高兴，不喜欢那个，不好，不走，不喜欢那个，不好，所以，放吃疯狗，将他撕咬，尸体好，失血而亡，尸体好，答错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好，有了，在无意识分，交易坟墓。真的不错，两人谈不拢，谈不拢啊，因此凶手在市里面，
用拿这口电锯哦，将他杀了。哎呀，真的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宁死赤血骨，惨去。哦，真的好，真的好，赤血骨都身亡了。哎呀，果然是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你打错了。哎呀呀，哎呀呀。报案！报案！没有人要报案。好，请吃。讲，我报的是他，他是我，啊，就是他。哦，好，为什么？为什么呀？报案的时候，嗯，指令的命令，交易的时候，嗯，用墨水，踩到圈套。哦，踩到圈套。穿。哎呀，失血过多，过多。好，死了。可惜，错了，没有中了。错了，太错了，太错了！哎，要报案！报案，漂亮，漂亮！起来！午夜时分，午夜时分，十分。进行，进行一场秘密交易。秘密交易，哪哪公？交易，肚皮，肚皮，肚皮。一言不合，一言不合，有话。一言不合。拉到市令，嗯，好，谁在伺候？闷起来，哪有话啊？有话，有话，将他炸死，打死哦，好，就来，就来，全部走，哒哒哩个哒哒。这是什么活动？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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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要报案哦！你请讲来，你请进刀流，进刀流，有何高见呐？暴怒，暴怒，好，看我什么关系？处理。停啊停！这个裤衩就跟你的关系。我的身体好好，好喝一直喝。我有两股可疑的人。好，你要先是哪股？一股是他。哦，另一股呢？他。哦。哦。我还没想好啊。他母。要是了吗？有了。哦，有了。有了。破案吗？你却将来。好。午夜时分。嗯。啊。用这个姿态，姿态，哦，非常的黑暗，黑暗，好，在暗室里面，嗯，他们要交易这股拼图，哈哈哈哈哈，拼图有残缺呀，嗯，一时暴躁，哦，用姿态将他打死，失血而亡。是不是呀？姿态那么厉害，失血过多。有差的哦，差的哦，哦，有理有理有理，不对。哎呀，不对，还我了，还你哦，还你。在午夜时分，他们梦醒时分要做交易，嗯，交易什么邮票？这个凶手，啊，最讨厌有爱心的纹身，哦，因此，嗯，他手拿电锯，就将他劈了，哦，失血而亡，破案了吗？嗯，答对了，答对了，厉害呀！投降！我决定是三号。三号动物园，你是什么？三号，三号，三号，你我也是三号。
好啊，你方才是台语吗？你喝了，喝了，用心，自己还是走音了。还是喝太多了，又出去玩，又吃冰淇淋。我们好像还没有看，不是一个男孩跟女孩。我们好像还没有看。我刚刚不是问我，不是我刚刚不是有问我可以讲话吗？你说可以。可以啊，我们要去聊没有视频吧？不要闹笑，好酷啊！我的爱大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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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物有玄魔刘备不是做沙弥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就到此为止喜欢这一期的作品你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一起六